这个寻根之旅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。我们参加寻根之旅这个活动已经有七八年的历史了。海外的这些孩子们最应该了解的是我们的这些根青文化。我来自澳大利亚，我现在身处的地方呢是皇帝故里。千秋万世，心系炎黄，心系炎黄。作为一个海外归来的华侨来说，可能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爷爷的爷爷或者是爷爷的爸爸是谁，但我们一定需要知道我们的共同的祖先就是皇帝。来到这里的感受非常的震撼，非常的自豪，真的找到祖先了啊！对，行走河南。